直接说什么啦？心痛。讲重点嘛，早点丢嘛，我就让别吃了啊。哎，我火了，等一下，是火过了啦。没有，再补哦，再补。哎，啊，你不先补完再决定要换什么吗？不要干，不要，那你应该知道了。不要，不要干，再换再换。没有，我已辛苦了，干。不然换什么给我？我就是换这三张。好了好了，我帮我拿回来，帮我拿三张。你手怎么样？没有，我在想，他要给他什么，我要留什么，我就会过来。好了，妈，我要打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丢。哎，我怎么少三张？我还没给你啊。我怎么少三张？好了，打了。嗯，好、哦。你走。放。希望不要啦。我只有一次摸牌的机会也不给我，真的很鸡掰、欸，这样也不行。而且我整理一下牌，我白白抽上来，给你们虐待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那张蛮美的、啊，白白抽上来给你们虐待的吗？是吗？是吗？你摸到了，你看这样合理吗？这样合理吗？合理吗？这样合理吗？九万。喂，快结束了！你刚刚不要脸装啊！不是，干我就北北了，真的回家一圈。他没办法、啊，没有人胡牌啊！他又不听胡，没有人胡牌。你为什么不胡浩哥？你刚刚说不胡浩哥？十万，你说不出来了吧？没人丢白皮腰了，阿皮，我把皮就两张。放吗？五万，一万，二平。三万，南风，哦，八十，六万，什么射手？你这是在玩我吧？啊？空，救命！南风。怎么给我摸牌啊？失败！就还在讲发表，烦好不好？你不给我摸牌，是什么？分手。七。对。为什么不给我摸牌？摸不到饼子啊！干，还有真心。设置摸。怎样？我干，为什么不给我摸牌？为什么？好强哦！我怎么摸不到啊？你没有摸，摸不到牌啊？为什么不给我摸？你吃饼子啊？不要，我要自摸啊！你懂，你打嘞。麻子吗？红银色单调，有道理耶、欸。为什么？红银色单调。上家打的啊，他想先摸。可是青银色应该听很多吧？他两台而已。九台嘛，九台啊。啊，我万一我摸起来七耶，我也是两台，不止两台吧？不止两台吗？我一摸三是底。哇，牛蛋，你也是摸，你也是九台。自摸跟一摸三不是差两台而已吗？对啊。对啊。对，就差这两台。就算失败也不